以前吼，你那边不能讲南洋啦，啊，阮调下来有一个后生哦，就是许日本人调去南洋做军夫，啊，听讲破病底下亡身去。日本人战败了后，都无几冬啊，因大哥都安带了来台湾。阮是开第一行的啦，脚手较无够，爱倒来阮斗相共。因我是古早仔，落尾少很少。啊，我这人个性就是安尼啦，我吼较爱自由，唔爱人束缚。所以我就甲阮四大人讲，若结婚了后，阮就要家己住。啊，为着这件代志哦，我常常甲四大人冤家了呢。了后真无简单啊，所以这件事我就甲做落来。煞毋知影讲哦，因大官。就牙青静静的人，阿煞念袂就低，跳袂就死，那艰苦不准，伊就去啉酒。一工，伊啉到醉茫茫，全跋落去迄个船头死去。阿伯用这三岁而已，我这查某人娶一个幼婴啊，嘛是安尼辛辛苦苦把钱拢带起来，我就是搁较艰苦，我嘛袂够当厝，家己敢生五年。嘴已经割掉的，打拼做，俭俭爱用，这个已经准备起来，以后留一块钱给阿明，安排去娶你啊！我一生都是安尼过来。找不到我们想好了。